起马舞音乐摇摆身体，婚礼宴客中，这位老兄在大家鼓舞下也跟着上台秀一手。我扮 Gangnam Style。跳完这一首还不够，其他宾客演唱《燃烧吧火鸟》，他也学起已故艺人高凌风跳起火鸟舞。没看错，男子拿着流水席使用的瓦斯炉点着火替宾客伴舞，搞笑行径逗得大家哈哈笑。男子还扭动身体跳到女主持人旁边，但毕竟拿着瓦斯炉也把主持人吓了一大跳，不靠着他卖力搞笑让整场婚礼充满欢乐气氛。好不容易喘口气，男子也冷静下来，这回他不跳舞要震惊的开口唱歌。这一开口走音歌声，连女主持人也差点跌倒，忍不住问他，难道你是来闹场的吗？这首歌就像这样，男子高音上不去，低音又唱不准，勉强唱完整首《你最珍贵》，影片都被po在他自己脸书上。原来当天他参加婚礼太开心，喝了几杯酒才会兴致大发，又唱又跳，夸张的表演动作和搞笑姿势已经抢走表演舞者和主持人的风采，也意外成为当天最逗趣的桥段之一。东森新闻林晨阳在高雄采访报道。